我是一名邮差，像千百个奔走在街道上的邮差一样，传递着不同的故事与秘密。我并不擅长与别人交流，也不喜欢，但我却迷恋观看这些收件者拿到信件时的种种表情，惊讶、喜悦、激动万分，又或是怒不可遏。面对面的对话是最虚伪的，人们看着你的脸，根据你的反应而反应，说着那些附和的假话，而那些字里行间所藏匿的感情反而才是最真挚的。可能说这些话时无法让人信服，因为从没有人给我寄过信。毕竟我唯一的朋友威克也只是只小狗罢了。但当我第一次收到这封寄给自己的信时，我从未如此确信文字所体现出的无尽真挚。